哦，不要辣的，哦、不要辣的，哎，你两千过来啦！哇，那不对的，客气的。뭐야꽁안꽁안왔나봐내소식이여기가진짜명동이맞다똑같아느낌이비카번쩍오늘은비가오는관계로여기야시장이있거든요거기서저녁을먹고마무리하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리고원래는내일오토바이렌트를해서온천에가려고했는데내일도비가온다고해요그래서어쩌면내일은쉴수도있을것같아요비가얼마나오는지를봐야됩니다와이거비소리좋다이거어떻게비가와서야시장도다들어갔나봐하나도안보이네가는날이장날이라더니에라모르겠다2,000원자먹어볼게요我给我一个。要辣吗？哦，不要辣的。不要辣的。哎，你两千过来啦。哇，那不对的，客气的。你要来啦？뭐야꽁안꽁안왔나봐내소식이내소식이아메이스아경찰이오니까도망가네 와진짜맛있어진짜부드러우면서육즙이터진다오늘영상은여기서인사드리도록할게요앞으로대만한달여행재밌게봐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시청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就妹儿别跑啊！我炒饭咋整啊？炒饭界你不一定炒的是最好的，但是你跑的绝对是最快的。大哥炒饭有个特点，炒不炒吧就得往左看一看，干过点啥？你说说，多少有点。见过哪个？哪去啊？哥们儿，炒饭没炒呢。啥玩意儿？哥们儿，我炒饭上哪去？我炒饭。哥们儿别跑啊！我炒饭咋整啊？三亚最狂的炒饭，边跑边炒。那杰哥没跑啊？没到点儿啊？我眼睛一直盯着呢。这大哥炒饭有个特点，炒不炒吧就得往左看一看。你干这行挺难的，大哥。哎，我都干两年了，都躲他两年了。没来，没来，没来，别吓唬我！别吓唬我！又走了，又走了。这炒面太狠了，你这一跑给我吓一跳，我心想因为炒饭你就跑了呢。上三亚吃的炒饭太难了，这家伙。这顿跑啊，这地方还不安全，还得跑啊！跑跑跑！小哥，你再往前一点，小哥，快给他留条道，快快快！啊，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没事。起锅烧油了。看到了没有？炒饭界你不一定炒的是最好的，但是你跑的绝对是最快的。哥们也不是正经炒粉的，这眼神是干哈呢？这是干过点啥？你瞅瞅。老铁，多少有点嘴没舒眼，多少有点。见过哪个厨师在炒菜把眼睛不瞅菜的？你见过吗？这哥们儿又走了，你这这饭上哪吃去？哥们儿，我这炒饭呢？那不能换个地方炒吗？不上这儿来不行吗？不行啊，客人都在这儿来回堵着。就说这面炒的狠不狠就得了，你要炒我两下又走了，又走了，又走了。你要跟他们撞上咋整啊？撞跑啊！撞着也跑，挨打咋地？对，撞多少来点，少来点。对，这些行了。我们跑的时间就一分钟，就一分钟。慢一点都不行是吧？慢一点都不行，就一分钟，不是九秒。我总以为用两分钟跑就跑了，这个抓咋整啊？让我扣车，让我罚钱。罚钱罚多钱呢？200。200一天白干了。跟那个没有关系，咱不差钱了你。哥们儿别跑啊！我炒饭咋整啊？三亚最狂的炒饭，边跑边炒。那杰哥没跑啊？没到点儿了。我眼睛一直盯着呢。这大哥炒饭有个特点，炒不炒吧就得往左看一看。你干这行挺难的，大哥。哎，我都干两年了，都躲他两年了。
超胖的。炒饭，你别走，炒饭，炒饭，我炒饭呢，炒，炒，哎，老板这边可以了，可以啊，耶。啊，终于还有了，走走走！啊，怎么了？警察，没事。啊！快！走那出来！我一定走！现在没有办法，我已经付了钱。对，所以一定要跟着跑。也太辛苦了吧！工作应该给你。没事啦，没事。我真的没办法的话，我还是借你们钱的。他们后面的比较倒霉哈。我们现在来到了西门町。休息中勿打扰，他的眼睛底下有长一个瘤，我们就不摸他了，因为刚刚有人摸他的时候他就一把啪过去，他可能觉得太烦了，每个人都在打扰他，他在瞪我，谢谢爷爷，拜拜。啊，终于还有了，走走走。啊，怎么了？警察，没事啊。那怎么办？我们是要追着跑吗？等一下，等我，等我。好，因为我们遇到警察了，所以我们只能够跟着他跑。快！走那出来！大老婆，你别走！大老婆，你别走！刚刚导游也有跟我们说，有时候警察会来，然后小档口就必须得逃走。然后我们刚刚缴了钱。要买那个臭豆腐，然后就遇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跟着臭豆腐的小哥哥一起跑。现在没有办法，我已经付了钱。对，所以一定要跟着跑，必须得一起跑。也太辛苦了吧！我先做一份，我先做一个给你。没事啦，没事。你看我们多忠实，我们满街就是追着小哥哥一起。我真的没办法的话，我还是借你们钱的。一天都会跑很多次吗？对，就看谁倒霉啊。那哈，好，辣椒多少？可以了，你太多了吧？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好耶 ，OK 的，应该没人过来吧？应该没有啦。啊，他们后面的比较倒霉哈。你们是哪里啊？马来西亚。谢谢你，祝你早日有自己的一家店，就不用奔波了。是啊，我才不想交店租。我们现在来到了淡水老街，哇，我最喜欢这种小巷子，就非常的有韵味。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很贴心的东西，你看，这里有一个上面写着爱心厕所。然后它的图标有男生、女生和外星人，给我的感觉是无性别厕所，对吧？就非常的贴心。这里大排长龙是在排什么呢？哦，好像是在排淡水古早味现烤蛋糕。那它是蘸什么料呢？它可以吃原味，你也可以蘸点 wasabi。蘸这个 wasabi。可以。可以，帮你加热一点。啊，试试看。现在吃吗？现在吃。帮你用碗装。好的，好的。嗯。来的，是吧？嗯。吃的还挺爽的。嗯。
嫩，很嫩哦，好吃哦。